大家好，小峰。最近很多时候想看7840U 与7640U 在低功后的周边表现，本期视频就用最近火爆的潜水员带夫分别测试6瓦、8瓦、10瓦、12瓦的周边与帧数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做这里。我是小王峰，想了解更多优质掌机内容，可以关注我。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